元、吴希泽、关宏、王鹤棣、梁靖康、宋云桦、白鹿、徐凯、吴谨言、刘永熙、宋轶、蓝盈盈、杨乐、奚梦瑶。欢迎各位，欢迎各位。那这样，我们整体上往那边呢，我们看这个舞台上的光不是太匀哈。希望每一位大家喜欢的演员都能够被我们的观众啊，所有的朋友都能够看到。那接下来我们要从这边开始，依次的跟大家打招呼，好不好？来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希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关宏。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大家好，我是梁靖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云桦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白鹿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凯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吴谨言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刘永熙。大家好，我是宋轶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蓝盈盈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奚梦瑶。哎，那么其实呢，腾讯现在正在跟我们台上的诸位优秀的青年演员在沟通当中哈，会有什么样的合作的探索？比如说影视方面啊、动漫方面、游戏方面，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哈。我们问一问其中的几位代表哈，现在正在做哪方面的合作？徐凯能不能先给大家讲一下？我们与腾讯影业正在合作的就是《灵剑山》和《烈火军校》，未来也请大家期待更多的和腾讯游戏的合作，谢谢。好，我们问问鹤棣，鹤棣也跟大家讲一下。除了影视的出演，我们几个还参与了腾讯的电竞、动漫、游戏等就是合作，然后也非常感谢腾讯能就是在这么多个领域，然后又让我们有更多的合作的机会。希望我们能在这几次机会里面多和前辈学习，然后一起加油，一起进步。谢谢鹤棣，我们也请莹莹，哎，请蓝莹莹。我目前正在和腾讯影业合作是电视剧《欢乐英雄》，然后前两天我还参加了腾讯主办的九九公益日，在那里跟大家分享了我做公益的点点滴滴，希望未来可以跟腾讯有更多的合作。再次要祝腾讯影业3周年生日快乐。谢谢莹，我们也问问在蓝莹旁边的杨乐，哎，乐哥。其实目前还是和莹莹一起在拍摄《欢乐英雄》，未来希望呢，作为年轻演员，能够和腾讯有更多的合作，能够把更多美好的作品，能够把人性真相，还有更多美好的角色，能够带给观众。真的啊，其实这个合作是很期待，因为他们平常拍戏啊，非常的辛苦。好不容易打一会儿游戏，经纪人就会讲，哎，你背明天的词了吗？哎，明天重场戏啊，那你有没有背？接下来就讲，我跟腾讯有合作，这个游戏我要打好啊，要做好，这也是我的一份工作，是不是啊？以后有很多的可能性，很期待。接下来要给各位一个共同的任务，我们要用一张美美的照片，共同的祝福腾讯今年影业三岁的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一起来，好不好？来一张大合影哈。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，有请腾讯影业高级副总裁高丽，腾讯影业艺人合作总监张清泉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，哎，我们腾讯的安娜总和牛曼总也走上舞台啊，也请两位也跟大家分享跟我们的年轻艺人未来的合作。来，安娜总，请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各位新文创的艺人对我们腾讯影业的3周年的祝福。那我想，各位这个演艺界的人才是我们的，包括我们的腾讯的影视、游戏、动漫，以及到我们整个电竞里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。那未来也非常期待能够和大家一起，在我们的新文创的领域里面探索更多的可能。那当然，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负责艺人合作的这样的 Newman 同学，对，他是大家有特别关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，对。我话不多说了，这紧密联动，多多合作，也期待更多的艺人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，谢谢大家。谢谢牛曼总，那我们一块来合影哈。那我就说腾讯影业，我们一块喊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来一张大合照，来看那个位置，腾讯影业生日快乐。
好，谢谢，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各位优秀的演员，谢谢安娜，谢谢牛满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非常期待各位未来和腾讯展开的精彩的。